今天就来挑战全程不掉血吃鸡。哦吼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掉一滴血就得爆一张照片，怎么样？那你，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切，不就是全程不掉血吗？有什么难的？死灵枪王居然会在阴沟里翻船、那陈宝，你是不是该爆照了呀？告去吧，你们想看什么？素颜照还是泳装照？我们是向来愿赌服输，想看素颜照的扣一，泳装照的扣二。两个都想看呢。哪里要是小老爷们点赞过10万，我就考虑两个都爆。感兴趣的就快快行动，红尘先给你们清一下战场。今红尘要直接公开一个相册。是啊，又打我！造孽！我可是千金之躯，伤不起呀、啊！我信你个鬼！主要是真的没那么多照片给你们看，这一跳至少掉了20滴血。你们不会想让红尘公开20张照片吧？要不再升上，只给3张。出球了！不行不行，至少也要5张 GK 吧。行吧，小老爷们觉得呢？点个小心心就当你们同意了啊！拜托拜托！要是还有不同意的，开个价吧，说说看，最少给几张照片才能放过我？哪个评论赞最高，我就听谁的。出球了！你这一命就换不了我的照片库存啊！我太难了。这车是故意来嘲笑我的吗？哼，还敢和我开一样的？红尘向来独领风骚，如有雷同，必须淘汰。不过小老爷们觉得什么款式的车最适合红尘这种靓女呀、啊？臭不要脸！是个颜色也行。最近打算换车。我的天哪！天天要换车，我看你是换玩具车吧？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模型啊？买不起真的，模型都能买得起吧？最近又想入手，要是有好看的，小老爷们可别忘了推荐哦。如果我和小叶 PK， 各位觉得谁会是幸存者呢？哦吼，想看我俩 PK 的，点个小心心，上20万，立刻给大家安排哦。瞧我这扔东西的技术，还有 AWM 的准度，打小叶还不是绰绰有余？在座各位支持红尘的扣一，支持小叶的，请你立刻离开。还不允许人家中意我吗？我看你的 AWM 准度也不怎么样。切，又来激将法！你以为我还是三岁小孩啊？还有重击吗？好，好了，几岁也不影响你重击啊，也不影响你的速度啊，完美错开。哼，我的绝活哪里是狙啊？雷神才是我的本命职业。臭不要脸！瞧好了。绝对不会掉血的杀敌方法，的确不掉血，敌人也没掉。这再不挽回颜面，小叶眼里还有我吗？这才是我的实力，前面的都是假的动作。我信你个鬼！最后两个我也不会让给你的。可惜我已经拿到一个头了。只要我搜得够快，最后一个人都肯定是我的。你想得美。难道我真的比不过小叶吗？小老爷们快点个小心心，我必须和小叶决战一次，证明自己。出球了。